进来就得好好照我的方法。尤其我在想，他又内向，一个人，就算上你们节目，他也没不知道要讲什么，对不对？我可不可以多问他几句话？可以，欢迎。对。先进来这样子，你直接出来。对，因为你要面对，以后要面对很多人做 presentation 嘛，对不对？好，来，中间，嗯，好来。你是不是宁愿回去读书？把真的心里的话说出来。嗯，我觉得两边都很好。啊，那两边如果只能选一边呢？你知道能当律师又主持的人不多。所以能够同时设计高尔夫球场，也许我叫你说，我要跟你一样，讲就好，我要跟谢律师你一样。哎，你是不是就表示都可以兼顾啦？对，面对镜头还是觉得不自在，回去做模型比较快乐。没有，因为之前都会乱讲话，所以这样子。你乱讲话发生什么事？我们比较乱讲话发生什么事？没有啊，就有一次主持人就讲说，哦，你是哈佛的高材生，好厉害哦。就我说是。是啊，不然怎样？不应该这样谦虚，就是这是美式，美式。我跟你讲，美式让咖喱鹅肉哦 ，Thank you 啊，你好。啊，台湾人不讲，我讲，你讲拍谁拍谁啦？但我无，但拍谁是一般。啊，那如真卡有时啊，佫足欠伊个，人家讲恁早间那会遮水，咱台北讲哦多谢。嘿，啊那咱如真卡，那有影啦，无影啦，歹姿势哦。是你们去养哦。啊，你们哦，干嘛说我歪唧唧呢？但这是我们台湾的社会，我们还没有到这样。万一我怕被说你是不是太自大了，所以就教他说不能说是，你要说啊，谢谢，我努力中。所以我觉得他很紧张哎，因为他一直怕说错。你在我们节目没有关系，真的可以不说。你先可不可以这样子？既然你是要训练自己，然后面对很多人或什么的话，你现在最自然的表演方式是什么？哎，你不是去学踢踏舞了吗？你要不要跳一段？就一段踢踏舞，大家看，好嘞，好不好？像你是有踢踏舞，就是你的台风够了。对，不是你不是要去做报告的吗？你到时候教授叫你做报告的时候，你会上去就开始跳，跳完就跟教授说：“我报告完了。”为了做报告来影剧圈训练，这真是个震撼教育啊！对啊。OK， 好，来先请回来。我也觉得这是一个父母对孩子的爱的一种另类的方法。我就直接讲，大家不用客气。我跟你讲，在我们节目的一个特色是有话直说，而且冰姐，反正我们跟冰姐很熟了，没关系。但是发生什么事，我们也照不了你。直接骂你们就是了。我们直接问，何必呢？我也没有藏过话了。冰姐凶不凶？凶。讲凶还不敢讲。丽君，凶啊！照顾你们的时候，那当然照顾那是一定无微不至的，可是就是很无微不至。所以如果要是你们发生什么错的时候，冰姐是会直接骂吗？会直接骂，然后可能就只是自我介绍，大家好，我们是冰 girl 冰果甜心的音调不对，就讲十次，再一次，再一次，然后就可能现在录影，然后就。就是不顾其他人，就是可能就是不管时间，他说再一次要讲到完整，就是人家在录影的时候，如果你们的他对你们的要求觉得没有达到标准的话，也要你们再重复啊。对，那翻脸的不是他们啊，是摄影师还好多，不是我们。对啊，其实他要表达的可能是说，冰冰姐，你还不看边啊，有人跌拢不好，我抿住啦，意思。那比如说我有一次我要跟他请他说，你要跟那个制作人说谢谢。又是碰到郭建宏，我说跟郭老板说谢谢，你看他们任何大节目都上了，要跟郭老板谢谢，卡多香，郭老板谢谢，卡多香，郭老板，我就直接在郭老板面前，我就这样。不是，那你这样的话，那郭老板在现场不就，冰姐不要了，拍谁啊？这样子，对，那你会让人家很觉得，这就是刚刚我遇到的状况。对啊，我刚刚正在跟他们聊天，说你们没有跟那个吴阿姨啊，戴如姐说谢谢。冰姐，怎么后面传来那声音？不是我一面大魔王，我是一面走进去的。先跟主持人说谢谢，然后再跟老婆说谢谢。我一面走一面说，我们已经在聊了。但是我觉得演艺圈这是必要的，因为很多人不是因为表演不好而离开演艺圈，因为没有礼貌，你的人缘不好。在演艺圈，它是一个大家庭，你必须让大家接受你，喜欢你。你指的是哪一位？杨秀慧唱英文歌词，古怪发音，惊死人。
戏的英文怎么说？游戏 game。现在 OK。不错啊。那我那个词是哈，game is over, love is over。OK。那就。欢迎。我讲你们给我波波好了，你讲我说安花家的，最后哎，在演艺圈它是一个大家庭，你必须让大家接受你喜欢你。你指的是哪一位？我的吧，不，因为尤其你人缘好的话，你就一起同台同时出来，那个也容易出现，对不对？当然。那人缘不好，那就慢一些。可是冰姐，这三个可以这样子教，这个也这样教吗？也教，也这样骂吗？也教，也骂。但那只中鸡很乖哦。可是他已经这么久了。我讲的最好笑的，最近我在帮他灌唱片啊，然后呢，他现在还是讲不好。比如说我们玩游戏。游戏的英文怎么说？游戏 game 啊，现在 OK 不错啊。他原来他在唱的时候怎么唱？他在唱英文歌哦，吓人！他唱什么？他那我那个词是哈，game is over, love is over。OK， 我们的游戏过了，我们的爱也过了。Game is over， 那个歌名叫做《麦够卵》啊。OK， 然后他那句唱成什么 ？Game is over, love is over， 一看就 game is over。我讲你们给我蹦蹦好了，那这是 game me so far， 哎，就 game me， 我都按话跳的。哎，说哎，这怎么行？从半夜十二点改点个套上的店，跟他接鼓哦。所以冰姐这样子抄一句，从十二点抄到凌晨，你心里磨万多，没有在面觉得。反正他也是他在你知道吗？孤灯为伴，你再唱一次，你再唱一次。Game is over, love is over。这有用啊！安利抄起舞号，舞号啊！我本来想要半暝啊靠田燕心，紧去噶，我想紧啊在困啊，拍死！就因为我在电话中跟他讲，我说你 G 要加 A。game， 我叫 game， 哎呀 ，game， 我没有睡觉，冰冰姐是跟我没有睡觉的，我是这句录完，马上 MP3 传过去，他马上听，不行再重来，我再进去录音室再传，不行再重来，是不是说我在录音，冰冰姐在睡觉？不是，他是他在他家，我在录音室，他是像声控，好陪着你们两个搞到天亮了。可是冰姐就是这一段，你不觉得？因为我们那么熟，你不觉得就是自找的吗？你怎么会去脑子哪根筋打到了，会去想到找他来出唱片？我们跟他这么熟，没有人想到这样子啊！待会多坏，他说牵小鸡就算了，怎么想要牵老母鸡？那他会写的，坏人。所以跟他们的姻缘是这样。那秀慧，我个人我非常感念的一点是，事实上我是他爸爸的朋友。对，他算一个阿 C 的台湾妙人妙事时期啊。如果年那时候你已经出道了，没有，我们小时候。但是我弟他们是我的偶像。OK， 我们在整咖基隆田寮港，田寮港，然后妙人妙事去啊，拍外景。阿 C 跟这个合作，他算安尼行过，阮后边囡仔是对规定的安尼。哇，他们是当年的吴奇隆的意思，这样。哇，当年的就是很红。红的这样，那我们未来一定虽然是男女有别，未来一定要当他。然后没想到后来我进了演艺圈以后，竟然跟阿 C 是住对面。那住对面呢，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看着我，开始慢慢的往这条路走。所以你很小很小你就看到他，看着他长大，按到拼的狂给。对啊，我以前小学二年级，我下课唯一的一个娱乐是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下课大概都要黄昏了，冰冰姐就开始出去跑跳生活要唱歌了嘛。对啊。那他那时候有一台那个冰室，最早先的冰室是头长尾也长的那种，有没有？就短，就短然后就看他好莱坞电影里面那种。好好玩哦，那个人这么小。想一点点开那个车哈，那个车里面没有人，车子怎么会动啊？好好玩哦！然后有时候冬天呢，就会看到穿那个貂皮带，然后脸就画得很漂亮，这样子就光鲜亮丽的出门，想说，我长大也要当歌星，像他这样子哦，好好哦，开那个车好漂亮，穿的衣服好漂亮啊！我以后长大要当歌星。你爸爸也在演艺圈，结果你是崇拜他，不是你爸，因为爸爸没有赚到钱呢。因为爸爸
爸年轻的时候他慷慨，对朋友好，也比较不懂得攒钱。哎，他小时候妈妈很辛苦。小时候他就这么漂亮吗？小时候的老皮，年轻的老皮。那我是其实我的年轻的时期也受到他的叔伯辈的帮忙 ，OK， 像那个特索阿塞啊，就带着我去上什么今日农村呐、啊，对我们有帮助。Yeah. 那这是第一个我应该要帮他的女儿。那另外一个是我个人对他非常的，我很感动的一点，就是说当年我在制作节目的时候，那我希望他来帮忙，他就来帮忙。那电视台有什么观念啊？想要年轻化要怎样换人啊？换他就换啊。后来新人还是不好用啊，还是老人再来啊，你再来他又来，那种真正所谓人家说招之即来，呼之即去。我对他我有深深的抱歉，我心里就想着你想做什么，我帮你圆梦。冰姐，你能够帮他，或是你能够什么？其实你愿意照顾到社会在旁边，其实就已经很帮他了。但是再怎么帮有很多种方式，怎么会想到的是我平安？你有想过社会出唱片吗？没有。如果我帮他，我一直想帮他介绍男朋友。对，我就讲你要帮他的方式很多，你怎么会想到是出唱片呢？我跟你讲，他看着很多同侪也都出唱片了，都很成功，他觉得我也王彩华吗？应该是，人家是一个好的榜样。Yeah. 那我就说好啊，那你若喜欢我就来帮你出。那我当时其实也介绍了几位制作人，那后来石沉大海了。我让他讲啦，我让他讲啊，外人哦讲出就是话，我干嘛好啦，我要自己来自己出啦。我第一首歌叫他去录的时候好可怜，他也要哭我也要哭，录了大概10次以上录不成样，那个录音师才在哭吧。你为什么没有撒娇主义啊？没，我试听的时候，你知道试听的时候我跟他听到呱呱一下妈呢，今晚动作这样就差点从椅子掉下来。他让你唱成怎样？是啊，他以前也常常在跑那个庙会什么本来应该是杨庆国。我一开始帮他找的制作人大概太黏了，他害怕。哦，因为一直修正他的唱法，修正到没有自己的样子。然后后来我帮他找第二位制作人，我是跟他说你先放任他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唱。那他的缺点在哪里？他鼻音比较重，比如说讲话都有鼻音。对，所以我就秋凤也强行的，我说有蔡秋凤了，有杨小平了，演艺圈不需要再第三个鼻音歌哈，你就用正常的方法。冰姐，你用正常方法讲就可以了，是吧？比如说 Game is over, love is over， 他刚开始 Game is over。我觉得你可能是鼻子过敏，一直没有治好。没有，但是这一次我相信他自己都觉得收获很大。嗯，未来不管从说话、唱歌，因为别人听着你在唱歌，如果你是这样说话或这样唱歌，我会有鼻子一定想要留下来。可是冰姐，平常你讲，我觉得你雕的有成呢，很厉害。因为我刚才听的那段的感觉，说实话，你不会觉得是。没想到是他，而且我要先告诉大家哈，这是赞美。那首歌我们只是刚刚录好，哦，没有把音乐跟歌声还没有混，还没有 mix， 什么都还没有加，是原音前几天录好，马上拿过来。而且我想孝顺的人听了都会有感觉，尤其是佩仪，这阵子妈妈身体好一些没有？好很多，都可以去恭喜。对，那就要感谢妈妈。我们来听这个叫做阿布的《美丽与哀愁》。好，我们来听听看秀慧唱的哦。仔细听，来。感谢你一切为着阮，辛苦无休困，天也未光，就已经在穿早顿。哎呦，阿母哪会拢无困？想着你开故乡彼时阵，阿母提素衣予阮。出我爱有分寸，就爱好一甲人相笑问。